国王，不好了！王子殿下现在跟一个很丑女生在一起。啊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我要过去找他。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对啊，我真的搞不懂，我到底哪里比不上那女人了？哇，终于找到王子殿下了吗？我可是等了好久啊。 国王陛下，找到王子殿下他们了。爹地，怎么会在这里？先不要管那么多。为什么你会来这呢？ 跟住在一起，你不想要也没关系啊。只是你好歹也找个正常人吧。对啊，那个臭女人哪一天比得上我啊？啊，怎么又是你？过了这么久了，你就别再缠着我了吧。我当然是要等你陪我一起回王宫啊。哎，你是谁啊？讲话就讲话，干嘛动手啊？我才想问你是谁吧，突然出现关于我的王子陛下，我看你是找死吧。 哎、欸，你是看不出来吗？宗师军对你一点感觉都很友好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贱女人，你上一个嘴！够了，讲话没必要这样吧？还有，电！怪人，你们从大老远跑过来，就是为了和我讲这些吗？儿子，乖一点，赶快跟我回去吧。对啊，王子殿下，赶快跟我一起回去王宫，我们还要破我们自己漏掉的进度呢。 干涉你的爱情，什么叫我干涉你的爱情？今天你跟众人在一起像话吗？对啊，那个女人跟野兽一样乱七八糟的，王子你应该比较喜欢像我这样优雅又可爱的女孩子吧？其实还好耶。刘杰根本不是什么怪人，你们为什么一直这样讲他？ 我今天不是要批评外他的外表，按攻击我你也看到了，这样的女孩子你要跟她在一起吗？对啊，我是不用你管，我以后再不来这里啊。随便你啦。王子，难道真的这么绝情吗？难道我这比不上那个野小孩吗？没办法，我已经爱上了她，就算是死。 做他不想做的事情，好不好啊？你还敢回嘴啊？信不信我现在给你一刀两断？来啊来啊，我才不怕你们嘞！各位乡亲，我们现在这位袭击国王陛下的野兽，马上就要被砍头了，不要怪我先不要。
哎！还有，他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到底在吵什么吵？